好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做个有钱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一月。哎，岳岳，小岳岳。什么叫亲一个？忍不住啊！别走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您瞅这么多男女啊，都爱都爱啊，你很博爱。我们就来一个，谢谢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心情特别的高兴。是，一个礼拜以前，我师父通知我，5月8号我们要演一个节目。打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卯足了劲，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。是。可是我们一上台，我发现观众走了不少，可能是上厕所了，而尽量劝我自己，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依然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，把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您。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哦，介绍我。他叫孙悦。是我呀，孙老师。您老师身体不是特别好，最近闹点病，得了一个腿癌。您说一个人怎么能够什么叫腿癌呀？就是腿部发炎啊，腿闹病。医生劝他是打眉毛以下截肢。哦，他没有同意。您等等，打眉毛以下截肢啊，那叫开颅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就是病了。没听说过腿毛病开脑袋呀？啊，得看您怎么回事，问问那个脑袋呀。没听说过，活着都不问，死了问。反正身体不是特别好，啊，但是我们依然是会卖力气。对，孙老师，您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相声说得很好。是吗？打小就喜欢说相声，打小学的，4、5岁开始学习。对对对。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。对，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。您等等，您等等。小学毕业我参加工作。嗯，小学毕业我多大呀？23。哎呀，我的青春呐！你在小学4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？玩去。真的？什么真的？没有。轰动了北京。这没听说过啊？怎么回事？高中毕业。高中毕业，哎，就参加工作了。对呀，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。对，我。您说这人呢，多么有魄力！你等等，人家都胡说八道。谁胡说八道了？什么叫当动物？怎么说？养动物。养动物。哎，养大象。对对对，养了10年的大象。10年呀，大象是越来越瘦。嗯。你懂的。我懂什么？我合着我偷饲料来的。今天才承认。谁承认了？没有这么回事儿，反正是后来就说了相声了。哎，别胡说。有的朋友说了，你们说相声是为了挣钱吗？是吗？是。哎呀，你还真直白。我们就是为了挣钱。当然了。可是他不是。我不是为了。家里有钱。家里有点。他是一只富二代。我。真的。你等等。你们家富二代都论知识。他是一泡富二代。这么恶心呢？他是一摊富二代。干干，一位或一个，他是一个富二代。你也别老说这词儿。什么叫富二代呀？啊，你说说。他哥哥特别有钱。哎，是吗？这叫富二代。您等等，你们家都平辈论。谁？我父亲有钱呀。他父亲有钱。哎，他父亲是俏江西的老总。怎么还有俏江西呢？俏江西的老总，最近他弄了一妞叫大 H。 哎呀，咱别胡说啊。真的。还大 H。 大 H 长了一个本田的脸。大 H 吗？ H 吗？嗯，大 H 有一个妹妹叫小 H。 长一现代的脸。现在那是斜打的。我挣过那小 H 啊。
小 H， 哎，反正就是有钱呐。有钱别说这，这人呐，有了钱以后是买房买车买房车，那么贫呢你？一般都是这样。嗯，他也不例外。我也是啊，买房了吧？买了。在北京买的房子是吗？三环里，哎呦，买的大房子，有钱呢，买了一个九居室，嚯，三环里边的小别墅，我都想弄死他，你知道吗？九居室，有钱，这九居都在一层，九居九卫没厨房，有钱呐！您等等，富二代，您等等。九居嘛在一层啊，九居九卫没厨房啊，我包了一层如家呀。我说你包了一层如家了吗？我废话，九间在一层啊，这边五间，这边四间，留出一间当楼梯啊。你看他多熟。我废话，不是，就是你们家那个外墙是黄色的，你们家门牌子还拦着呢。好像家一样，就是如家的，那还好像家一样，就买了吗？那好，买它干嘛？买了一层如家，好，九居室，有钱烧的。他心里琢磨了，琢磨什么呀？我有九居室，我能娶九个媳妇吗？啊，这美好的愿望。上网一查，不行。你缺心眼儿啊？嗯，这还用上网查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找个人问问。这还用问呢？哦，这不用问，我问了好些年了。这脏心烂肺的俩根本就不行啊，我就不让他想让自己啊妻妾成群，愿望，美好的愿望。嗯，想出一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在最大的这间房上贴了一个字儿。什么字儿？妻。妻，剩下那七间写妾。哦，妻妾，还有一间小姐。美好的愿望，头一宿，嗯，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上妻那屋去睡。头宿，嗯，第二宿带着媳妇儿，自己的媳妇儿上妾那屋去睡。哎呦，到了最后一宿，哎，没有，最后又就写小姐，那是给客人住的。啊，不带媳妇儿去，那谁扮演小姐那个角色呢？那就像谁找我串门来，谁住我，叫谁办的。好吧，我从了你。哎，对，我你可不能从我，知道吗？就说呀，美好的愿望是，这是买房了，有点钱。买车了吗？买了，买车了。嗯，买了一个九手的奥拓。这有钱人糟啊，这是。那车牌照啊，清 A 的，或者青海买回来的，清朝的牌子。哎，您刚才合着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啊，这什么？这清朝有汽车吗？那清朝有汽车，皇上八国联军撵着啊。八国联军开的是明 A 的，这不胡说八道，反清复明是怎么着？反正就是清朝的牌子，青海的牌子，青海的牌子。哎，开了没有多少天，是就不行了。哎呀，还知道不行了，抛弃。就不该买，抛弃，换一只车，换一鞋呀，这是车呀，换一辆车，买了一个奥圈。你等等，你等圈，你等等，哎呀，你老催我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自己这美什么的，矮，你怎么了？你把青春诅咒你。现在不实行这个矮油吗？我这个矮油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了你们？这串脚气似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矮油吗？什么呀？什么叫奥圈儿？就是四个圈嘛。哎，奥迪，对，奥迪。哎，四个圈是奥迪。对，五个圈是奥运。谁问你？奥迪 A8。好车呀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谁买得起呀？对，奥迪 A8， 一般人买不起，八个缸啊。对呀，100多万呢。开着这辆车，不犯，大街上玩，嗯，呵，高兴，往前开啊，前面有一辆九手的奥拓，他骂街，怎么卖给你了？孙子，你快点！行行了，你还轻易的牌子，我就让人这么。
么了？警察给拦住了。警察拦我干嘛？你压线了。哦，马路上那个分道线，马路上有很多分道线，他没注意压线了，保不齐警察给拦住了。拦我？同志，靠边停车。哎呦，把您的车窗弄下来。怎么叫弄下来？那没辙呀。警察叔叔说话了，咱得听话呀。得听啊。摇吧，摇吧。等吧，不好摇。你别别那么不好摇。我这奥拓，我这奥迪，这是奥迪呀、啊。都奥迪怎么还摇窗户呢？自己改装的呀。我怎么那么缺心眼儿啊？我娱乐吗？还娱乐？我不开它不好吗？锻炼身体吗？甭锻炼身体了，我这走不动啊，我这摇吧，不好摇。哎呀，摇了有仨钟头，警察都快哭了。警察怎么了？同志，啊，您稍微快点行不行？还挺客气，我这热着呢。哎呀，我这凉快着呢。我这有空调啊。摇吧。嗯，四个钟头过去了。哎呀，总算是摇下来了。他问警察。问警察。同志，嗯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拦我干什么呀？我。走吧。哎呦，热糊涂了！啊，这四个小时的脑袋，这是。走吧。哎呀，哎，是。哎，我摇车窗升上去是电动的。啊。哎呀。哎呦，我说哎呦，成心吗？这不就是？就锻炼身体吗？没听说过。往上走是电动啊！哎呀呀，好，往前开，开着开着坏了，怎么了？警察又被拦住了，怎么又拦我？又压线了，把这线忒多了。同志，靠边停车，我把您的车窗弄下来。啊，一个地方人，我刚弄上去，谁看？快点，那没辙呀，咱得听话呀。啊，摇吧，这摇吧又来了，改俩手快。哎呦，不好摇。是啊，摇了有仨钟头。怎么样？这回这个警察哭了，心里还真脆弱。哦，这警察不好找了。同志，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还抠什么指甲呀？你能快点吗？我跟你说实话。您说，我在拦你的前一分钟，我应该下班了。你哪知道我的厉害？我也是浪醉的。哎，您是浪风抽的，您我拦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能快点吗？哎呀，就不，哎呀，这又话，我有理了，就这话。哎呀呀呀，聊吧。啊，四个钟头过去了。是，他问警察。嗯，同志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嗯，警察说了。什么？怎么还吸溜呢？哎呀，坑你这呗你。嗯？甭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走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走了。哎呀，这警察的脑子都不怎么样啊。这警察说话了。又忘了。现在的司机伤不起的。他很沮丧。有木有呢？哎，往前开。哎呀，开着开着坏了。怎么了？警察又被拦住了。怎么警察这么爱拦我呀？又压线了。老压线。同志啊，靠边停车。靠边。把您的车窗弄下来。又弄下来。不弄。我等着吗？要弄你直接弄死我。凭什么？我这烦着呢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八个钟头了，我没到家啊。谁让你改装的呀？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哎呀，啊，快点啊！啊，我弄下来，弄下来吧。哎，干嘛？哎，我毙了你，知道吗？听说过。那吹什么枪啊？有手枪，害怕了。废话，交警带枪。摇吧。嗯，我改俩手了。摇了有十分钟啊！警察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同志啊，可以了，有个缝儿。能沟通就行了。这聪明这个。嗯，有个缝儿就行。
就不。我非得死这儿，我跟你说吧。别咬了，别咬了，弄死你啊！快点，警察是流氓啊！你把车门打开也行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俩警察多糊涂，你琢磨琢磨。嗯，什么？不行，怎么了？打开车门需要18个小时。我新改装的，我做什么里头了？我，你别废话，告诉你啊，你压线了，知道吗？压线了。嗯，装什么傻呀？压线了。啊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。没看见你拦我？但是有两个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想起来了。一个交通队的警察伤不起啊。就是你。哎，好了吗？就是你。是我拦了8个奥迪 A8 了，就你摇玻璃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多糟心。我就是你。哎呀，是我。压线了。压线了。罚款16000。你等等，压线的罚款16000啊？我压前列线上了。我说话呢？怎么这么贵呀、啊？就是16000吗？没听说过。新改的，知道吗？没，新改16000。今年5.1新改的。没听说过。就是16000，不给弄死你，知道吗？不给弄死你。哎呀，好16000买条命。就不给。哎，我憋着死去吧，弄死我吧。哎，再说了，我压线了。啊，我给你压坏了吗？这个很有道理。没有啊。没有，没压坏，你拦我干什么？走吧。缺心眼吗？这不是，往前开。哎呀，开着开着坏了，怎么了？警察又给拦住了。怎么这么缺警察呢？这回呀、啊、是查酒。我都到夜里妈查酒。哦，往那儿靠边停车。行吧，把车窗弄下来。还是弄下来、啊、快点，弄死我吧！我都快崩溃了，我熬不住了。行，买一车死了都没辙，也得听话，摇吧，还得摇。嗯，行了行了，啊、有个缝能吹一下就行了啊，能吹吹。我们在查酒，请您配合一下，请您吹一下、嗯、好吗？吹，就不，我就什么就不，你避了我好吗？我就查个酒，快点吹一下，别废话、哎、啊！我等着下班呢，吹吧。吹了一下啊，警察一瞧，怎么样，同志啊，您喝酒了？我还说呢，嗯，我摇玻璃摇了10几个小时，酒劲儿没过去吗？说我说我怎么老压线呢？说这酒啊，跟警察穷对付，这还能对付？是，同志，我是喝酒了啊，但是我喝的是啤酒啊。啤酒？你废什么话呀？啊，你废什么话？啊，啤酒也是酒啊。那、啊、怎么了？是吗？是啊，啤酒也是酒啊！啊，哎呦，换油是？那照您这意思、啊，酱油也是油啊？这话说的，神马也是马呀、啊？哎，浮云也是云呐、啊？你这话、啊，日本人也是人呐、啊？哎，一踩油门扬长而去。哎呀，走了。是吗？警察还冲他说话呢。说什么呀？爱国者慢些等。这都是查酒的好招数。有钱人呐，有钱人这么糟啊，就应该做一个有钱人。是啊，有钱人就可以挥霍。有钱吗？刚才这是买房买车了，嗯，还经常出去吃饭呢。废话，没钱也得吃饭，领着自己的妻和妾出去玩去。哎哎 哎，就一个人。哎，领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哎，上那个大粪店。咱谁敢去啊？我跟我媳妇儿屎个浪啊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怎么说话呢？不许美化屎个浪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美化屎个浪啊？不是我们吃饭嘛，上大粪店。嗯。那咱们阁下吃饭去哪儿啊？火锅城。哎呦，你们还有戏的呢。你好我心呢？你谁好我心呢？大饭店，大饭店，哎，往那一坐，
喊服务员。是吗？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服务员啊，过来。哦，快点。有钱人有脾气。我快点。够横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我自杀了啊。没听说过脾气大给自己一刀啊。脾气太大了。太大了。服务员吓坏了。是吗？哟，先生先生，给您刀。哎，他脾气比我还大呢。就让他死这就完了。没听说过。别废话，点菜。点菜啊。嗯，服务员说，先生，这是我们的菜单啊，您看一看，您点点什么？点吧。那服务员掉地上了。炒一本。炒一本。亲爱的朋友，什么叫炒一本 啊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。哎呦，太有钱了。这叫炒一本。哎呀，服务员吓坏了。是吗？哟，先生，要不您自杀吧。哎，非得死饭馆。怎么点这么多呢？有钱。你管着吗？哎，我有钱呢。对呀、啊、我爸爸俏江西的老总啊。哎，这是我娘们大 H。 你老提这日本车。你说像不像本田？哎呀，我小姨子小 H、哎、行了、啊，别说有钱呢。有钱有吗？不是，这也太多了，您那吃不完。对，您随便点好不好？少点点。行。我傻了，我怎么？小伙子呀，啊，不是我不点。为什么？我真不认字啊。你这富二代都文盲是吧？哟，您不认字啊？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怎么样、啊？上面有图片，您摁图片好不好？您摁哪个，我给您写哪个，好吗？看图说话，好吧。哎呀，好吧，其实我挺客气的。做什么？服务员啊，你这菜都便宜啊。便宜怎么讲啊？都是三位数啊。哦呦，上百了。你撑死四位数啊？过千的菜有贵菜没有啊？还嫌便宜？我爸爸俏江西的老总。哎呀，别提这个。你还嫌便宜啊？先生先生，后边有贵菜。有贵的，特别的贵。是，我都害怕的哈。哎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有吗？有啊。非得死这儿吗？这好，这好，这个八位数。哟啊！我喜欢这个菜，这太贵了。像这个菜，看先生，这菜我们没有。有啊，为什么没有？凭什么没有？八位。先生，这是我们订餐电话。这我们订餐。